江，我是可乐。今天要玩的这款模组叫做幸运箱子，它会把我们采过的方块全部变成奖励箱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好东西，比如说吉言。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身天下无敌的装备，是时候去抢劫村庄多耗点食物啦！冲呀，杀呀！发现了一个新手牧师，请问你的身上有什么好东西吗？红石粉。我看看门口的箱子里有没有绿宝石之类的。哦，找到啦！来，买东西啦，快点升级。等等，我是来打劫的呀，怎么开正常买东西了？俗话说得好，打劫是坏事，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在干坏事，我要把自己头遮起来，嘿嘿，这样就没有人认出我啦。打劫完村庄，我们就该去地狱号烈焰棒啦。咦，烈焰人，准备迎接拥有幸运箱子加成的可乐的制裁吧。去前面的箱子里再找一块黑曜石吧。找到了。等等，这好像不是黑曜石，你是黑曜石的亲戚吗？话说我记得这东西好像要往里面填银石块来着，1个2个3个4个，我去，吓死我了，还好有不死图腾。各位小伙伴记得刚刚是错误操作，重生苗是不能在主世界使用的，这次可不能再踩错地方了。出发，目标地狱，寻找下界堡垒。看到这么高的地方，手上又拿着一个不死图腾，那我们肯定得来一个信仰之跃啊。3、2、1，我跳。完美着陆，物体来了，我要怎么回去呢？这次应该不会爆炸了，现在该想一下怎么从这片岩浆湖里出去了。啊，烫，赶紧让我丢下一个瞬间治疗药水。哎，等等，这里全是箱子，丢不了了好像。让我去平地上。我好像干了件蠢事。本来吧，一死就能回主世界了，结果我在这里摆了个重生苗，回不去了，我得一直等到重生苗没有能量。不行，放弃不是我的风格，说好了找下界堡垒一定要找到。正好刚刚从箱子里找到了一艘船，我要给你们表演一下一艘船渡过岩浆。哎，我去，你这箱子 gank 我，我的精彩操作啊。发现抗火药水，我可以游过去了，一蹦一跳，一蹦一跳。哎，大家快看，岩浆全都变成箱子了。我就想找个堡垒啊，怎么这么难啊？我去，还有小白啊，打不过，快溜快溜！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喜欢小伙伴点关注，可乐不仅仅和可乐呀。